切众生对我有恩，为什么呢？人是社会动物，离不开人群生活。我们吃的东西，农夫种的；穿的这个衣服，工人织的。所有社会一切大众，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，都有恩德。古人讲的话没错，滴水之恩，我们要以涌泉相报，知恩报恩啊，你才是个人啊。知恩报恩，这个是行好事的先决条件，这个是人行好事的大根大本。我们所吃所穿，多少人辛辛苦苦工作供应，我们才能够依赖生活。那么再回头想想，我们的许许多多大众心力劳力之供养，我又有什么回顾社会大众？我要在我自己工作上认真努力，奉献给社会，回馈给社会大众，这是知恩报恩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能够鞠躬啊，应当的。我们工作不认真不努力，我们就有亏欠，对不起社会大众，一定要尽心尽力才能做到圆满。这是互助合作，互相依赖。中国古德教导我们，受人滴水之恩啊，这是少啊。当我们口渴的时候，人家给我们一杯水，这件小事，这个恩德呢，我正在需要的时候，他帮助了我，当是涌泉为报啊！我将来有这个机缘的时候，我要十倍的报他，百倍报他，千倍报他，万倍报他，看我有多大能力，我要报恩。这是什么？这信德，信德本来是这样的，没有人勉强你，没有人一定限制你，没有。自自然然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是涌泉为报啊！这叫人道啊！这个道理都不懂，都做不到，你还想成佛？没这回事情。不但佛你成不了，来生人你得不到，这是人道，做人的根本道理。忘恩负义，那不是人。你来生的时候就不能得人身，来生不能得人身，那就是恶鬼畜生地狱去了，你说多可怕。佛法讲报恩，四重恩，父母恩，身体从父母来的，老师的恩，智慧是老师教导的，国家的恩，国家保障你生活安全，众生恩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在支持，让你衣食住行得到这样的便利，谁没有恩德？你真的明白这个里头的因果，你对于任何一个人不敢轻视啊，他对我有恩啊，一点都不假，你才懂得为什么要报众生恩。我们念的回向偈，天天上报四重恩呢，实在讲啊，滑口而过。有没有报恩的念头呢？恐怕一万人当中难得有那么个三五个。照着回向偈念念而已啊，没有这个心的。真有报恩的心，我们用什么来报恩？你一定会做到受持读诵啊，为人演说。这才能报恩。别人对我们有好处，哪怕这个好处只有一天，过去相处有一天他对我很好，以后呢他对我不好了，我只记他一天的好处，他对我不好忘得干干净净，我念念要报这一天他对我好的恩。我们要这样提倡啊，希望我们的心这懂得道理，我们心里面
放一切众生最好的、最善的、最真的放在我们心上。众生的不善、众生的一些恶业决定不放在自己心上，培养自己的纯净纯善啊，都要做个人看。这些年来我们提倡思好、存好心、说好话、行好事、做好人，用这四好啊来总报大恩大德。这里包括父母恩、老师恩、护法恩、众生恩，通通都包括了。力行四好的人，这个人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即使他没有受过三皈，他也没有受过五戒，我们深深地相信，一切诸佛都肯定他是如来真子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处处表现的都是别人的好样子，思就是表率，我们做出这个样子让人家可以学习的。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就是示范，给社会大众做一个最好的模范、最好的榜样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你就是真正报恩。你肯下决心这样去做，你是知恩啊，你能尽心尽力去做好啊，就报恩啊，报佛恩、报众生恩。怎么报法？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介绍给他，就是报恩，是报他的恩，也是报佛恩。阿弥陀佛欢喜啊，阿弥陀佛欢喜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去干什么？去做阿惟越智菩萨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宏愿啊。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愿同行，阿弥陀佛普度一切众生，我们在这个地区也干这桩事情，代表阿弥陀佛普度这个地区众生，一切随缘随分，欢欢喜喜，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应该做，引导大众归向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